一般就是这样子，像煮鱼子和焖鱼子吃。凉拌上好吃。豆腐凉拌上，酸菜鱼，卤煎的酸菜。我想吃汤。香葱汤好。你现在放点盐，放点油啊，对吗？嗯。凉拌香葱大家吃过没有？香葱。我感觉吃醋的鱼就是醋菜汤的。夏天吃点清凉的。有啥面菜呀？有荞面跟白面两个菜。就白面哦。嗯。其实这个都做过几回，都学会了大家了。就黄了的菜也是，给浇清。浇清以后。所以给它改成小火也多点好。一般荞面，一般面粉。荞面咋放？荞面，用啥呀？荞面。今天煮鱼鱼，先把三番三好，然后再卤鱼鱼。今天大太阳就适合吃鱼鱼，凉快。开好啊！开好了，我卤鱼。卤鱼肉，我人都是在江湖儿的，其实不是，这是西北人非常有特色的面食，非常好吃。好硬点鱼肉，鱼肉怎么八斤呢？啊，先接一碗，看着都有食欲。凉拌着吃。哦，凉拌着吃也好。炒个羊意思是俺韭菜就最美的配上。这么炒。哎，快吃了。鱼肉冷了。给我再来一个浆水鱼鱼。我天天挂挂好了，这皮上吃菜了，你看。啊。哈哈哈哈。哎，馍馍。牛肉吃的，配着吃。嗯，好呀。吃早餐没？这我随时你打开了吃上再吃，天天都抢吃。哈哈。爸觉得这样想吃的饿，该吃的肚子就吃给。妈，我爸说好生吃一个。你买点吃一天。瞧好好的，还有一锅啊！看老人有时间，南方的朋友应该没吃过这个鱼鱼吧？很好吃，很凉快，放点土豆丝绝配。哎呀，绝配可以了，三百多，三百多吧？得八百吧？八百万，那你当天活动我也送上防暑是火腿。不行，我也想着把脂肪全占不行吧，再办点钱。你家住哪里上？